只顾梦境落了月光，等把魂尸体比花海棠。如风吹散每晚吹不散之光，再一步变成全白首无恙。谁道世事无常，你人在身旁，那就是孤影已走出过往。用十指捧起风霜，换作杯酒香，红尘故人未敢相忘。谁道人间沧桑，你不曾离场，而昨日悲欢依旧别曾忘。用十指捧起流光，未见此情长，万般如梦等我。姑娘，这是幻觉吗？失礼了，看你遇险唐突出手，不知可有伤到？没有伤到，多谢公子。无事就好，告辞。哎，公子，不，恩公，我叫素素。不知恩公姓名，家住何处，来日拜谢。在下蒲司，在此处山间游历，居无定所，谢就不必了，姑娘切莫放在心上。蒲司，连名字都这么好听。哎，好多蒲公英啊，怎么感觉今天尤其好看？发什么呆啊，掉都闻到糊味了。哎，都怪我都怪我，你手烫到了吧？我爹这药也只剩一半了，这可怎么办？是我不好。那这样，那我明天再去采点药。姐，你刚刚想什么呢？那么出神，我从来没见过你这样。石林，你过来，来坐。姐问你啊，你最近不是老在各村瞎跑吗？你有没有见到过一个人，他就像画里走出来那种翩翩公子？那个，他大概有这么高，而且他还会轻功，一看上去就跟别人不太一样。你见到了吗？姐，你是不是病了？算了算了，你还是回去照顾你爹吧。啊，走吧，问了也白问。他说他在这里游历山间，那他肯定住在这里啊。明天如果我去采药的话，我就能看见他了。也不知道会不会来，好像又会呀。想什么想什么呢？蒲司先生，救命之恩无以为报，我今天采药的时候带了一些自己做的蒲公英蜜姜糖，恩公能听见吗？你要是能听见的话，我把这个放在这儿了。怎么会想到用蒲公英做蜜姜糖？这里漫山都是蒲公英，在我心里比牡丹花还美。它开花的时候，就像是永不融化的雪。素素啊，哎呦，素素啊，胖婶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哎呦喂，还不是为了你下半辈子的幸福来的吗？要说呀，素素你无爹无娘，那胖婶我可不就是你半个娘吗？哎，你说这件事都说了多长时间了啊，我这嘴皮子都磨薄了。素素啊，这婚姻大事儿你考虑的怎么样了？
你可急死我了！按理说呀，那十里八乡村长的儿子可是独一份儿，是吧？一表人才，有模有样，还有权有势，他单单看上了你，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你有福气呀！哎呦，这小脸红的！哎呀，下月初八是个好日子，就定那天了。他在说什么？不是，胖婶，我不嫁。不嫁？你嫁也得嫁，不嫁也得嫁。你打听打听，这十里八乡也只有我，也只有我能配得上你。腿长在我身上，你还能替我做得了主？哎呀，他就是太喜欢你了啊！别跟他一般见识，是说他，你早点休息啊！哎呀，村长大公子，小祖宗，深更半夜的来人闺房干什么？哎，你先出去，听我的，我来解决。快走，不是我，快走吧，要不我告你爹去啊！走。只顾梦轻落了月光，等把魂事一一化成，蓦然对坐听岁月清香，一阵春心红，窗外梅子黄，如风吹散梅晚，吹不散痴狂，看深渊万丈被天光照亮，重写今生，重写千万行，再一步变成全白首无恙。谁道人间沧桑，你不曾离场，而昨日悲欢依旧别匆忙。用十指捧起流光，未见此情长，万般如梦等不是，我不会放弃的，明天我会继续等你。头好痛，这里是，我怎么穿成这样？不对，这里一定是村长家，我若喊叫，来的人必定不会帮我，我要冷静，冷静。不好了，这娘子跑了！什么？臭娘们，跟我追！在那儿呢！孙总，快跟我们回去吧！你现在跟我过来，我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你们别过来！今天，你要么跟我回去，做未来的村长夫人，要么，你从这个悬崖跳下去。做一个孤魂野鬼，四嫂，可千万别做傻事啊！他不敢，是肯定不敢。是他，从这么高的地方跳下去，肯定要死了。赵爹，赵爹，知道你没走，你一定会回来救我的。姑娘，请自重。我们不应该再见面的。为什么？明白了吗？你看清楚了，我根本不是人。可我不在意你是不是人，我只在意你。
素素姑娘，我确实对你有好感，但人与妖有别。人的一生对我来说不过是一瞬，我不可能用一生去换一瞬。你手上太重，我只能用妖力相救。若再与我在一起，你便会妖化。那如果我妖化了，是不是就能跟你在一起了？素素姑娘，莫要泛指，回头是岸。喝点水啊。没事，不用，这咖啡太好喝了，喝太急呛着了。我其实有哮喘，我前男友挺怕我咳嗽的，每次我一咳嗽他也特别紧张。那怎么还成了前男友了呢？他是个园艺师，他特别喜欢花草，但我又对花粉过敏，我没说，因为我还是想待在他身边，就靠吃药压着过敏反应。但后来没想到有了耐药性，我就有了过敏性哮喘，这不急性发作住院了。哎，真是个痴情的姑娘。她把我送到医院了，在医生那里知道了全部的事情，但是在住院期间她对我更好了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她对我越好我就越心慌。前天我收到了他的微信，他给我发了一段话，然后就消失了。这样啊，所以你才刚从医院出来，衣服都来不及换，就赶着往这儿跑。嗯，可没想到，这里已经变了样。普斯，素素姐。真是素素姐，姐，你没事吧？我哪哪都疼，心疼。这还是内伤。黎叔，麻烦你去隔壁村请个大夫来。姐，看你这摔的，身上都是树叶草根，我帮你摘了。妖怪！妖怪！妖怪！照你这样说，蒲斯的存在是素素在回来的路上告诉你的，你信吗？我信，可是村里没人信，我们刚到村口他就被绑了。那就像你们绑我这样。也就是说，村长的儿子又来纠缠？不是，村长儿子听说素素姐的变化后避之不及，哪里还会再来纠缠。那天黎叔去隔壁村也根本就没请大夫，而是请了个跳大神的回来。那人一见素素姐就说她中了妖蛊，必须烧死她才能保村里的平安。天快亮了，我带你们去个地方。我在那儿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普斯。等一等，你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这么多？因为他不是坏人，我不希望你们伤害他。他都把你们困在这儿了，你还替他说话？是，我爹总说我分不清利害轻重。我是不懂，如果大家做错了事，难道就不应该承担做错事的后果吗？难道只因为人多就可以定义人少那边有错？就是这儿，那天晚上他们架起柴堆要烧死素素姐。没人拦？我替他争辩了几句，他们差点连我一起烧死。他们清理得很干净，我能感受到的气息很弱。那晚你一直都在。嗯，把你的眼睛给我。你要干什么？你不要怕，
他只是借你的眼睛，看看曾经的事情。亲亲零零，心下比丁，右观南斗，左观七星，开！你说你当初要是答应跟我儿子成亲，怎么可能走到今天这步啊？那你倒是好好管教你儿子，不要如此纵容他，我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步。你算什么东西？你敢教训我？爹，别跟他废话了，他都变成妖怪了，一把火烧得干净。对，为了天孙人的安全，烧死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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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的一生对我来说不过是一瞬，我不可能用一生去换一瞬。我是你们看着长大的，现在变成这样，我觉得活着也没什么意思。烧死他！烧死他！烧死他！烧！苏总，你别怪我心狠呐！哎，村长，你看那是啥？你看那个！妖怪，果然是妖怪！快去请苏总，苏总，苏总，菩斯，你别说话，我现在送你出去。菩斯，你快走，你是植物，这里有火，你扛不住的。机长，先生使用你的力量，不要记恨这些人，走得越远越好。我不能走，我不能走。我要留在这里，我要跟你在一起，你在哪里我就在哪里，我再也不要跟你分开了。如果说明白能让你好受一点的话。素素姑娘，我从来没有喜欢过你，男女之间的那种喜欢从来没有，但我希望你开心。所有人都因此付出代价。没想到真相竟然如此不堪。你们真是阴魂不散。你的事我们都知道，今日来并不想与你动手。那你们想干什么？那些人呢，确实也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但是你这样把人困在这里也不是办法，我俩也出不去，所以今天就想过来跟你商量一下，你能否解开结界，放过那些人类。放过？菩斯是蒲山花神，世世代代守护这片土地，不让路过的邪灵恶妖进来侵袭，他们放过他了吗？要让我放过他们，除非千山鸟飞绝，除非星斗不转移，除非九曲水逆流，除非不死活过来。既然如此，事关全村性命，那就休怪我无情。都说世上最强捉妖师符语，只杀妖不伤人。我原本是人，后来被妖所救，不得已异化成为妖。那你说我是人还是妖？你是死人妖，有人样却无人心，还不如那只死了的花妖通透。你偏要把人困在这里也不是办法。我跟你讲，我作为一个妖，都干不出你这么缺德的事儿来。不许提菩斯，你不配。动手，你也不配。放着眼前的蛟龙怪不斩，却对我这弱小的花妖出手，你好意思吗？我虽弱小，但只要这山中还有一粒植物种子，我就可以无限复活。虽然杀不了你，但我可以生生世世把你们困在这里。
喂，药不最快喝完了，窝精又不能用，真在这儿困到死怎么办？只要是有喝的，哪怕是被妖困在这里，我也无所谓。那你不如杀了我，跟你待久了，生不如死。那个死人妖怎么那么讨厌？打也打不死，烧也烧不死，野火烧不尽，情碎饥荒城啊！你刚刚说什么？死人妖真讨厌。后一句，野火烧不尽。我一直在想，这个事情我漏了什么细节？这么一想，原来呀，蒲司没有死。飞雪万重，若非你几回眸似酒容，只求零落玉幽笼。问那檀秋陪你装一重，饮下便通往某个时空。是凡尘或灵与皆相同，犹记从前世间风。多少前尘寂寞等候惊喜摘风，这一次可想起了初衷。为何真实又是迷回更像梦，成一诺笔尖踏过枯荣，曾有你共看万脉始终。